那个，你昨天洗澡去了？啊？是不是跟那个王寡妇一起去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洗个澡，你都把人裤衩穿回来，我能不知道？怎么可能？我自己裤衩自个儿还能不认识啊？还能穿错，还能穿他的？我告诉你，那肯定就是王寡妇这裤衩子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还不可能？你回去好好看看，我能看错吗？赶紧给人还回去啊！啊！我穿错裤衩了，我把王寡妇裤衩穿上。可能不到39。嗯，我爸妈不同意咱俩在一起。有点啥不同意咱俩在一起啊？他说你脑子不灵光。刘成，不同意就不同意吧，咋还说人脑子不灵光呢？那我同意呀。那你爸妈不同意咋整啊？哎，我有个办法。要不咱俩先煮饭。煮饭，我也不会煮饭啊。我从小到大都我妈煮的。你别笑。生米煮成熟饭嘛。我最后转一个圆圈吧。我知道，那我把我妈喊来啊。我爸我妈，我讨厌的不是他。